生了没？欢迎大学，大学生什么？大学金舞奖典礼开始！杜拜及小智的两位，请留步一下。请说，听说呢，今天有神秘团员的加入，你们有得奖的信心吗？一定有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小智信心如何？绝对有，因为他是我跳舞的师兄。露出一个不要睡的表情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吗？正睡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两位。接下来的呢，酷手组的这个两位舞者阿曼达以及瓢虫，是的，欢迎。对，家长代表怎么会来？是两位今天呢是第一次在本节目里面展现你们的舞蹈，那两位有信心打败对方吗？请问你有信心吗？他虽然体重比我重，可是呢我还是有机会打败他的。请问你打败他的这个点是哪边呢？就是我比他会使。你们两个是来表演相扑吗？不要 PK 吃好不好？今天不是跳舞吗？怎么是相扑？阿妹子觉得呢？我觉得虽然他腿比我粗，但是我可以赢。是的。一人讲一句像对方的话，好吧，呛下一下。你不要以为你比我胖就比我厉害。你除了腿粗还有什么？好，谢谢，欢迎两位，可以说是非常和善。接下来来到星光大道是大学生舞王新秀的一组人马，我们欢迎他。一起。是的，两人呢第一次代表大学生新秀表演舞蹈，心情如何呢？很棒。非常简答，非常好。你呢？好，很开心，也有点紧张。很开心，有点紧张。非常的简短，两位是跟王菲学的啦。对对对，好，还没有什么其他话要说了吗？等一下我们会尽力以赴。什么叫尽力以赴？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吧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欢迎你这两位啦。欢迎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邀请今天的来宾评审进场啦。首先是能歌善舞、拥有高学历的偶像团体 Sigma， 欢迎他们。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时间关系，尤其是新的团体，他们坐在一起好好访问一下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蓝波老师，蓝波老师，二十多大咖辛苦，我们的 Ken 宇宙的舞蹈都是他编的，对，是蓝波老师啊 ，Ken 宇宙的这个教头，是蓝教头，你好，谢谢蓝波老师，谢谢，是的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文子毅老师，欢迎他。相当坚强啊！相当坚强。首先 ，Sigma， 我们欢迎一下。欢迎一下 Sigma， 带来新专辑。这是我们的最新专辑 Sigma， 超帅舞蹈团体。哇！新专辑耶！谢谢。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啦，周定润先生。周定润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就这样吧 ，solo 一小段啊，来。周定润。这个这两位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高材生，那维哲是这个后来加入，其实也是高材生，是这个盛丰老师旗下的高徒，算是啦，对不对？台北艺术大学毕业，台北艺术大学，你有学弟吗？你没有毕业啊，学长好，对不对？李杰宇是高材生啊，没有，清大电机系。电机系厉害 ，Sigma 听说就是出自他的这个想法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么难的名字 ？Sigma，Sigma。那个时候公司就是说想要集思广益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
有意思，然后念起来又很炫很酷的，所以我就在翻一些微积分课本啊，对，什么工程数学课本，然后就找到这个单词。因为通常比如说一个团员叫西格玛，会一个叫西，一个叫格，一个叫马。啊，西格玛，但因为我们就是名称凑起来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就是总和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不会分什么西还是格还是马，我们就是加在一起这样子。那是一个字啦，那是一个字。对，好不好？西格玛，那是西瓜汁的感觉被你念。好啦，那恭喜三位有新专辑。那当然除了三位是评审，还有两位专业，两位我们专业的评审啊，先请问两位老师啊，本身在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跳舞了吗？绝对的啊，绝对一定要跳舞的，没有跳舞的话，就我们的学生生活基本上都在跳舞。像现在就比如说有那种热舞社的同学，他们可能是从下课以后就开始练到第二天早上3点，然后再回去睡觉。你们那时候呢？我们上课就在练啦。以前最基本上我们怎么练呢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开始要从完全不会跳舞要开始动头很难，我们就看到外国人会这样。可是舒淇你练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拿抓着那个书桌。哎呦，老师一写黑板的时候，大家我看到后面就在练。第二节课的时候比较厉害了，第二节课就变。哦，还有进步了。第三节课。哦。哎，因为身体会不自然的会跟着走嘛，所以你就抓着桌子就是最好的练习法。老师上你们的课会觉得自己是弄蛇人，因为他下面一堆。又来到了养鸡场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样讲也对哦。OK 哦。这是土法炼钢的方式。所以子怡老师也是这样嘛。我其实从小就是念舞蹈班的。哦，每天在跳舞，就像南部老师讲，每天在跳舞。没有，我18岁才开始跳舞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找你一点爱。我也没有穿过紧身裤跟蓬蓬裙。你没有穿过那个是打破打的穿过？有尝试穿过，但穿反了。哦，那蛮不舒服。对，就一分为二啊。那还好，刚刚同一边就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不讨论那边的问题啦，好不好？要来舞蹈大赛。对，而且这个舞蹈大赛很特别，是我们有隐藏版。啊，对，因为平常大家都知道节目上谁会跳，比如小智啦、龟脸、杰弟，对不对？是没什么。但是有一些一直坐在那里的，其实有一些武功很高强。有些时候那个石头砸开了，里面发现是玉石、宝石在里面。啊，刚刚讲的不包括瓢虫和阿门达。对，他们其他也有一些妖界，也有一些仙界。对了，哈，对对对，首先我们第一组呢，就是最佳深藏不露组。哦，除了这个，我们刚刚也看到小智嘛，小智很会跳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他今天要带出一位神秘的同学，带来意想不到的才艺，好吗？神秘同学都先不让大家看脸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那就欢迎我们的小智。小智。哎呦，小智龟脸出现了。好，这大家都认识，中间是神秘人物，你们可不可以带起来比较好看？不急了，这一切。哇，能跟小智龟脸一起跳，哇，可以一起跳哎，书完全跟上哎，这个人我们认识吗？不可能吧，是我们的大学生，外面派来的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大法师，哎呦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调咖哦。其实他是我刚学跳舞的时候的师兄。啊！那所以你也会踢档了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来踢档，踢档。你是先从踢档学习吧？还是摔跤？算了，不为难他了。哇哇，光杰以前是练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国中开始练。你是 B boy？ 对，我是 B boy。讲评一下蓝波老师他的表现怎么样？一开始我觉得他的身材看起来跳 B boy 来讲算是有一点点怪吧，高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他做一些定点的动作很像竹节虫，对，会断掉的感觉。然后可是他又很力度很轻，我觉得奇怪，他不像是那种他少了一点杀气。但是可是他以他的身材做了一些招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蛮特别，蛮特别的，有这种神打的感觉。哦，神打。而且其实你大概有一阵子没练了吗？哇，快半年哦。快半年。现在还在传嘛哈？对。而且脸特别的白。真白。不是发白，怎么搞的？没练。惨白。啊？面具里面那个白。哦哦，这个为了证明他另外的神力啊，来，周定伟出来一下。啊。
好，你都不要讲你最近哪里不舒服，让他感应，让他感应一下。跳完 breaking 来一点。哎呦，怎么感应？他用放松就好，他会感应。就是哪里最近身体哪里不好。好辛苦，光姐现在可以吗？会不会法力有点起不来？会不会？可以。好，加油。好，感觉是真的。他身体哪里也出了一些状况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敏感哦，哎呦。啊，敏感的敏感，哎呦，那边该不会？其实最紧张的应该是周定伟。对，要被公布了。对，有什么样的隐疾？啊，怎么样？哦，哎，他喉咙，喉咙最近有点烧香，还有肚子肠胃不好。哇塞，正确吗？配合一下，烧香真的是有一点，烧香真的是有一点，对，因为今天太早起。哦。肠胃呢？肠胃还 OK 啦，只是因为通告太满了，所以没什么时间。没去啊？哇塞！真的吗？里面有几条他都看得出来啊！所以我很想知道，我有没有带健保卡？有。哎哎，43号的，号码刚好记一下，好不好？麻烦一下，本来想今天当评审，居然可以顺便看病 ，OK 啦，身体怪怪，省100块挂号费。该不会从头到脚都有问题吧？不会从头刺到尾吧？怎么样？不是人，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，而且他腰长期跳舞的应该都会耶，长期腰，是你讲话很像配合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讲真的，因为我腰长期，讲话语气太不是，因为太高。蓝波老师，而且主要是子宫那里会酸哦，真的真的，稍微有点容易酸，每次每个月都会有点酸，是内伤应该很严重的，内伤这算是医务会有之外，他还有准有准啊，有准哈，很准。好，那分数会很高了，哟，这个加分哦。哇，真的，哎，刚刚完全没注意到龟脸，龟脸呢？站站，那不要加回来了。对对对，小智，真的谢谢你把这个师兄带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边掌声，谢谢小智龟脸光姐。是好的，接下来这一组啊，也是深藏不露组入围者2号杜拜，欢迎他。好，神秘神秘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杜拜学姐是有底子的，对不对？杜拜是不会男生来闹。哎呦！这位黄大D不知道是谁？哇！身材非常的恐怖。我们的美乐蒂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米罗德，你好，你好，反着反问，你好，哇，深藏不露，哎呦哇，我们不知道身材这么好哎，对呀，掌声鼓励一下哦，谢谢小胖，谢谢小玉哦。台式壮义肚皮舞 PK 正统美肌肚皮舞，现场惊叫连连。杰米，我让你看呆了，对不对？我，因为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赏，这么令人。